下个月就是新年了，不过出街吃饭可能很难攞位，所以我预先嗌了这个外卖盘菜，一于看看有什么送啦。这个盘菜是十人份量，有齐虾、冬菇、蚝豉和猪手。等我试下这个冬菇先啦。冬菇好腍，好入味喎。又试下呢个蚝豉先啦。蚝豉偏硬，但好重蚝味。其实呢个唔系普通嘅盘菜，因为佢 crossover 咗鸡煲，所以大家食晒面嗰阵嘅餸之后，底下就会见到好多鸡啦，仲可以落依啲鸡汤打边炉添。如果太多人，仲可以追加多款小食添。